我没有劈腿，我只是在帮董事长一个忙。你在帮他什么？我在帮他调查你。我不能再让杜采洁留在公司。采洁不用管，留下。秦家对我有恩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杜采洁把这个家。你再给我多点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三立都会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剩女保镖。